叫小佑，我是一个实习生，现在的我要独立生活。我现在只有5000块钱，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我要去租个房子，先去前面找找中介吧。去那里看看，好像有一家。啊，真的有啊。你好，请问你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？我要租最便宜的房子。最便宜的就是3个月500。嗯，我先带你去看看吧，就是这里。怪不得这么便宜，原来没装修啊。这个是要自己装修的。好，那我就要这个了，给你钱。500。好，谢谢。